深圳市舒马特科技有限公司，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公司专业的直播间。往这边，我们有两个直播间，直播间一和直播间二。今天我们主要参观直播间二。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直播所需要的工位。灯光师准备，一号机位准备，提词器准备，二号机位准备，三号机位准备，音响师准备，导播准备，开始直播。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哦，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哦。